关第一位，咱的黑尾鱼哈，啊，经济价值高哈，营养好哈，啊，各位当抑制着咱在囡仔的成长啊。这个营养啊，各有咱的这高血压都会当抑制，所以呢，这是一个非常赞的咱的黑尾鱼。啊，咱的底价呢，就是从5500开始哈，到一尾咱的黑尾鱼哈，啊，经济价值高哈，营养好哈，啊，各会当抑制着咱在这囡仔的成长啊。这个营养啊，各有咱的这高血压都会当抑制，所以呢，这是一个非常赞的咱的黑尾鱼。啊，咱的底价呢，就是从5500开始哈，5500。七千过来，还有吗？啊，过来嘛，听着。